无名杂货店，大家都称它为解忧杂货店，因为这里可以咨询烦恼。有烦恼的人可以从前门寄信，如果有隐私问题，门后门牛奶箱可以拿到回信。大哥，什么年代了，哪他妈还有人写信啊？ 你把杂货店都开成邮局了，这小孩闹着玩的，你还真当真啊？爸妈最近有些奇怪，他们又带我离开，但我真的讨厌他们。孩子，无论如何，家人都是最值得信赖的人，不要和家人分开。我的建议，说不定他们找错了，酿成大错。这个信不能再写喽。 要不然你替咱们店给他回封信。其实父亲快要退休了，家人一直想让我接班，可我不想放弃我的音乐梦想。就算他活在90年代，那也活不了啊。结果有那么重要吗？不知道。虽然梦想是遥有的，但是生活还得继续。也许回家也不是坏事。我是一名舞女，最近有一个男人常来捧场，他和别人不太一样。 如果他不是个骗子，还真他妈的开了店，那他就不用去当舞女了。我是25年前写信给您的迈克尔·杰克逊，谢谢你没有把我的漫画当作是玩笑，我读过了美好的一生。请问你投他？我是1993年冬天给您写过信的迷途的汪汪，我无意间知道了张妈妈和您的一段爱情往事。如果我们从前慢寄信，会不会是20年前？